林上面还有烟。2 hours later. 是晚上九，现在是晚上9点多。现在停的是灯塔一站，就它停的时候就感觉飘过了一股柴火味，感觉好像到了东北的农村一样。这边好像外边还在烧东西的感觉，就一股柴的味道。Day two.现在呢是早晨的6:10，基本上是准点的，然后就已经到曼谷的华南鹏火车站了。据说这个火车站目前还是泰国最大的一个火车站。视频觉得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帮那个点赞、分享、订阅哦。